我要买这衣服。没用啊！我终于等到今天了。为了第二场比赛，不花钱过一天。其实现实中真的有这种人，不花钱也能过一天啊！不止过一天，可以过好几天。这种人呢，他的名字就叫婊子。你们应该都有体会过什么是婊子，应该吧？所以呢，为了成为一位婊子，在网络上一次跟7个男生聊天暧昧，为了就是明天不花钱过一天，最后把他们共同约在同一天，也就是明天，为了就是当一个不花钱也能爽爽过的渣女。先去睡觉喽，明天见，拜拜。那我们现在要进去的，你可能要先去找个厂商哎。我刚刚那样会不会太坏？我骗人家我要去忙，结果我现在要去吃饭。我的良心哦，我的良心。那为什么会约今天呢？因为今天是8月7号情人节，这个日子约大家出来，应该是觉得自己有机会吧。所以我觉得约今天是最好骗吃骗喝的一天。我现在等第二个约的来，好紧张啊！再次声明一下，我平常不是这种人的，就是因为逼不得已要拍这个比赛的误会。等半小时他来之后，我们再开始打骗，开始好好的约会吧。那么早到？对啊，那要吃什么？等一下，看看嘛。我们好，我去。那我要工作。到很晚。到8点多吧。那我们等你下班再吃晚餐。好啊。我吃饱了，你还吃得下吗？吃不下。不然就这样。好爽，不过今天这个还蛮帅，被帅哥请了一餐，真爽。走吧，那你还是去上班吗？对啊，等一下还要上课。好啊，晚点再联络。谢谢哦，拜拜。我现在打电话，刚刚有跟我在 IG 上约的富二代，先打给他。喂喂喂，你什么时候到？我现在有点不方便，晚上请你吃饭好不好？晚上吗？对，晚上。好啊，要吃什么？都可以。好啊，那晚上见哦，这点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干，被放鸟。不过现在赚到一餐啦，晚上6点，晚餐是不用烦恼了。我现在想要去逛街，看现在随便约一个可约不约得到，可以陪我去逛街的。我现在想要骗大家去厕所，然后我现在在这边偷录。店员一推销，结果他就不小心买了20片面膜，然后加上2个保养品，觉得我有点良心受谴责。他人真的蛮好的，他刚才说我要什么就买什么，就大家一推销就说好啊，都买啊，都随便啊。我觉得今天应该会收获还不错。没事啊，可是我等一下先走了、欸啊、我等一下去见厂商啊。我本来想说要跟你吃个饭，不过好像没办法，然后突然说有事，不然我七夕我也不想上班啊，要不然就是换我请你吃饭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别忘了。不会，小姐，礼物给你。好，拜拜。他走了，骗这么多，我觉得我没花钱。比我花钱还爽，我真的很渣，我真的是渣女。我觉得我可能下，就是真的，点头是真的，也是看着我一起渣的。我顺利过完今天就好。那我们现在要去找，等一下晚餐嘛，快6点了，再出发吧。差点忘记，我们现在去找一开始带我去结婚店的那个男生。我忘记他存在，我靠，好真啊！我先进去找。
始推推来走走。我刚刚一路上都在想，超紧张啊，你等太久。我等一下要先去找厂商哎、欸。你要找厂商？对啊。找完厂商，你要陪我去逛夜市吗？有时间我们去啊。刚刚为了拍片，还要换一件衣服。对，就是刚刚去买的。对啊，这是朋友送的啦。因为我帮他拍片啊，他要给我换衣服。嗨。周姐好。周姐好。哎，他不是要先付钱对不对？哇。那我现在要给你。不用。付掉了，你展先付了，对，不用可以吗？真的吗？因为我中午放了，所以要请你。好，太棒了，下次以后放鸟我好了。好。喂。三十五分。谢谢。啊，多久？你说等一下，我事要先去忙，我要先回公司一趟。好啊，那下次吧。好啊，下次做好吃的。那你先走吧。哦，好饱哦！我今天就来过这间的，然后觉得这间还不错吃，结果刚刚找我约，我就约这一间。不过今天又骗到一餐，真爽！午餐、晚餐都吃过了，我现在应该要骗回家。差点又忘记那个帮我开车的，还要去找那个开车的。怎么又那么久啊？可以去逛夜市了。你好烦啊，还是逛夜市。不然我今天出来一整天是干嘛啦？不然你现在又要去哪里了？你还有跟别人约是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回家。回家？对啊。你到底有没有在乎我？有啊，可是没办法，今天真的就忙一天啊。你知道你忙一天，你还这个时间约我出来？不想继续约你出来吗？不要生气嘛。因为只有约你啊。只有约我吗？对啊，其他都是厂商工作啊。你这样讲我心里又比较好受一点了。我刚回家，突然想吃糖葫芦，我现在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打给他，叫他帮我送过来。可是这样不能过分，就是一定要励志，今天过得很爽啊，我不能心软，对吧？对吧？哎，不能心软，对吧？哦，那就听你的，那我先打给他。老板接，我睡着了。喂喂喂，你现在在干嘛？我在家里要睡啦，怎么了？啊，你要睡了？今天七夕耶，怎么了？可以帮我买糖葫芦吗？我现在突然想吃糖葫芦，在士林。在吗？对啊。那我现在坐六小时工具，我只有一两小时。可是你坐电车过来。好，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等下见啦，拜拜。就到。我的魅力做不了，就成功约到了，想不到什么就有什么。哼，拜。现在下雨，然后我在等他，等他过来。那我现在下来等他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。我知道这很夸张啊，突然想吃糖葫芦，就叫人家送来。我真的是婊子，哦，算了，就做这篇了。你太浮夸了，我再送来哦，你再骑车来哦。哇靠，我都弄坏了，你还好吗？很累，你不要休息吗？好啊，还是好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我真的很喘哎，讲不了话。好，拜拜，我们下次再约，下次再约好吗？谢谢你，拜拜。哦，他这也太屌了吧！去加车上来，我差不多等了他一到两个小时，离太远了吧？我以为他坐电车过来，没想到骑加车过来。看我的良心！哦，难怪下雨了，下雨了！我现在在受罚，我天，快劈死我，麦都快劈死我！我先去那坐一个了，去了。那个结局你们看到了，整天下来有吃的有喝的，还有新衣服穿。你看我今天这一整套。我今天吃完，看第一次啊！因为我们今天拍这个影片呢，真的是很多人都一定会有像我今天这样的举动，骗家骗家，重点是定他妈的一定要不要脸，就那种他妈脸皮被打了无数次都不会痛的那种不要脸。
但是我今天总共买了单品2500，一套就2700吧。一件裙子跟我这整套就1000，吃饭的话2000，刚刚吃的那一顿牛排1000，基本1000好不好？算1000就好。我觉得下面抽他可能会变司机的。有10000哎、欸，12000哎、欸，我这样一整天花下来不用钱。花人家12000，那如果一个月呢？是不是就花300000了？300000就算了哦。我如果我突然想买包包嘞，突然想买那 Gucci 的包包 ，Gucci 的包包，乌鸦那个嘛。今天想告诉你们，其实我觉得男生送女生东西不是不好，应该是要送你真心觉得对方也是在为你好的，而不是不尊重你。譬如说，今天那位司机等了这么久，从我出门那一刻到我回家那一刻，都在等。当自己感受到不被尊重的时候，其实就应该要停下来了，而不是继续的苦等瞎等，被那些甜言蜜语所蛊惑了。因为说真的，撒娇哪个女生不会？然后其实也是刚刚好，今天七夕啦，司机问我，差点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之后赶快灵机一变就问，今天七夕，那有想你陪吗？瞬间的转，不然我差点被识破。不然我看见他有点生气，我很怕送我脆脆，因为一直是一昧的只是付出，有时候眼光真的要放亮一点。我今天就是变成臭绿茶，就是好不好？承认好了，不要这样讲我。自己自身觉被利用，就该收回来。其实他自己知道自己被利用，但是就是想说，哦，我应该相信他，我觉得他是爱我的。他说我不理他好了，我不理他了，我就不理他了。该回，反正都是这样子啊。绿茶，哎，不是绿茶，我要收到他，他马上就买过去。很多人都这样啊，那些女生完全都不爱你啊，跟你爸妈一样。怎么样？不喜欢我就倒赞我啊，倒赞我啊！我自己觉得基本上是没有男女平等啊，但是还是女生占上风一点啊。各位女生还是拿捏的分寸啊，各位男生还是动一点脑啊。出现了一些低能儿，就是放掉了吧。就是好女人多的是呢，好女人多的是呢。然后跟他们道歉，然后我的钱会一一还给他们，就请他们吃一顿饭。今天重点已经不是花不花钱，今天不花钱，明天还是会花钱。啊，你今天花自己的，明天花别人的，明天花别人的，后天再花自己的。与其做一个不花钱的婊子，还不如做个有能力的女人。这期我们就先到这里吧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